首先係好開心啦，咁點解呢？因為真係大家會留意到一啲即係好用心去做音樂啊，或者係好用心去分享佢哋音樂嘅朋友呢，即係得到一個好好嘅鼓勵。咁希望即係大家會繼續做好音樂啦，同埋會有多啲好歌同大家分享。我做係。之前有冇諗過有呢個咁嘅成績呢？其實就有信心嘅，但係就冇諗過有得到咩獎項啦。但係希望其實係一個好大嘅鼓勵啦，因為自從上次嘅Youth Channel嘅獎之外咧，咁之後今年咧就重新得到呢個銅獎咧，咁就真係一個好大嘅鼓舞啦。因為其實本身做音樂係好艱辛啊，或者係需要即係一啲大家嘅認同啊。咁喺呢方面咧，咁真係好多謝呢個今次嘅鼓勵啦。我睇到你好多人都睇到㗎。Okay, thank you。啱啱就轉咗唱片公司，其實係嘅，咁頭先我攞獎嘅時候，我都同各位朋友一齊傾過偈，咁就話可能會嚟緊會有啲工作上嘅轉變啦，唔排除可能會係今次攞嘅呢個獎係可能係我音樂上面嘅最後一個獎啦。但係其實希望會繼續會有音樂做啦。咁因為嚟緊新公司亦都會有啲唔同嘅工作安排啦，咁可能會多啲嘅影視方面嘅嘢去行咗先，咁所以其實嚟緊希望亦都會有時間自己會寫多啲歌，會繼續同大家分享到自己嘅音樂啦。未來嘅音樂作品方面會唔會諗緊多嘅，譬如舞台戲嘅製作落去呢？其實都會嘅，因為本身自己有好多寫嘅歌咧，有好多自己探玩啦，寫咗好多唔同種類嘅音樂啦。反而係暫時未有機會同大家一齊分享到。咁希望嚟
樣咯，係冇錯。非常真摯，繼續努力。好 ，thank you。希望我之後可以喺唔同嘅渠道睇到你唔同類型嘅表演。好，多謝，thank you曬。